杨家太极拳是由杨露禅大师所创，他在北京传授太极拳拳术时，为适应清朝皇宫贵族、官宦世家体弱年迈者保健之需，将他原来所学之陈氏太极老架，其中有关发劲、跳跃等难度较高的动作加以修改，编辑成杨氏太极拳架。目前流传的传统杨氏太极拳老架108式，经由其孙子辈杨承甫宗师修刃而定型，其风格舒展飘逸，柔和缓慢，含蓄优雅，宁静霸气，勤加练习，有助于治疗疾病，延年益寿。